大家好，就是我们之前有请大家讲那个 Excel VBA 的作业，那现在目前就是大家都很认真都缴交了，然后我们缴交的情况已经有大概80%了，然后还有大概4位同学还没缴交，就要请他们再多加把劲，然后赶快缴给我们，然后就是把你运用的状况把它展现出来，然后那个流程可能要写的比较清楚，因为老师这样才会知道你大概到底在流程上面到底每个步骤是怎么做的，这样老师才会帮你有办法帮你解决你的问题，他就看你哎哪个步骤可能不 OK 这样子，所以可能写的比较清楚让老师了解这样。那我们就是第11、12周的时候就要开始进行我们的作业的那个练习嘛，然后我们的排程是大概是第11周老师先已经整理好我们作业的那个大家共同性的问题，然后就先带大家先解决共同性的问题，就是可能有怎么寄 email 啊，还有就是可能资料库的整理，但是资料库的整理老师刚刚有提说就是这部分可能还要看我们资料库的状况，然后才能就是看那个复杂度，然后这个部分可能会先保留，然后还有就是再来就是表单填入的顺序这部分，就是以这几个问题先解决，然后之后我们针对一些同学的作业，就是老师可能需要再理解的部分，然后就是可能请一些同学进行他的流程的说明，还有他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让老师理解清楚，然后老师再给他们一些建议，然后给建议完之后，同学去回家再把依老师的建议回馈去做修正之后，我们再缴交回来，然后再就是让大家再针对老师给的问题去做练习，然后在第12周的时候，老师会挑几个同学的那个个案，然后就是像我们上课的练习一样，老师会把它清空，然后就是带大家去做那个他们的个案的练习这样。然后如果因为还目前还不知道可能会花时间多久，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们就针对第11周那个作业缴交的状况，然后老师再看他们修正的如何，然后再给他们回馈这样。然后目前我们的安排是这样。有没有人有问题？没有，那我们就先进行我们这一周的课程这样，谢谢。